好的，我们继续讲这个如菩萨心轮的部分的内容。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这个精进，就是努力，就是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任何的这些东西都不缺，但是呢，我们还有理由。去努力啊，还有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得到过的，这些是我们，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得到，所以只要努力的话能得到，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下面就是说，前面的这个思局，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又把它转化为像如意宝一样的非常非常有意义、非常有用的身体。平时我们佛教里面就经常都讲啊，人的身体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干净呐，等等，然后是有无常啊，有痛苦呀，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就是为了大破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对身体的执着，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佛经也讲，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身体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得要看你做什么事情。我们让这个身体啊，让它去做什么事情啊？看它有价值还没有价值啊？这样子，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那样子去做，努力积极向上啊，这样子的话呢，年神汝州际啊，未从取乃已。我们把这个身体呢，应该看作当做什么样子呢？就把它当做这个船只啊一样，船啊就是我们这个渡河用的啊，就是在河啊就是渡河的时候呢，就是来去，就是过去回来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么船啊，唯一它能够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啊，船只它能够发挥的是这作用啊。那我们身体呢，也当做啊，就像船一样啊，就像船一样啊。我们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依靠我们的身体，就是渡啊这个生死轮回，渡过生死轮回。把身体呢就当做这样子来用的话，那这是最有意义的。为伴有情力，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体来承担啊，对众生啊，对有情众生，有利的事情啊，也就是利他的事情，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修成如意身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变成了，像如意宝啊一样的这个身体。所以，前面我们讲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俗的这个淋雨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家庭、婚姻啊、事业各方面，都是成功啊，已经达到了巅峰啊，已经达到了巅峰。那还有没有往上啊这个努力的理由呢？有理由啊，还有刚才不是讲了吗？就跟我们问了很多问题啊。我们说我有这个有房啊，有车啊，有钱啊，我现在就不需要努力了。然后就问了一大堆的问题，你这个做了吗？那个做了吗？我们回答没有，这些我们都没做。这些都没做的话，那你还有可以再往上面努力。那么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再往上面努力的话呢，那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变成如意宝一样的身体。就是很多人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获得啊利益，获得帮助，获得帮助。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身体呢，确实啊是变成一个相当相当有用的啊有意义的这个身体。
这意思。这四句呢，平时都是很重要。我们还是有些时候呢，确实要静下来，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不说全力以赴、全身投入，但是呢，我们分出一定的时间啊，或者是我们工作，或者是这个的同时呢，考虑一些前面讲的啊，要不就是直接的利益众生啊，要不就是间接的帮助众生。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付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付出的，然后呢，真正的受益者啊，就是那些人啊，或者那些动物，但实际最终的真正的受益者，这些都不是啊，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利他就是利己啊，真正的利他是利己，这个特别有意义啊。其实这一生当中呢，我们比如说拥有更多的钱，其实也没有，这也不算什么很了不起啊。有钱的啊，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啊。然后权啊、名啊，这些都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啊。有名的多的是，有权的也多的是。但是真正有实际价值的啊，即便是没权啊、没钱啊、没名声啊。但是呢，你对其他人有利啊，能够帮助人啊，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啊，心理问题也好，这个身体问题也好，这样子，那么你的身体就已经是啊，变成了像如意宝一样的这个身体了，已经你就这个人生啊，就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啊。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来这一次的这个生命旅程啊。就不是白来啊，非常有意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前面讲了很多努力啊，努力的结果啊，就是这样子。最后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了像如意宝一样，然后呢，后面的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啊，但是我们大概也就说一说一些行为上的啊，其实这些也是修行啊，也是修行。他说。自足己身行，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想一切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啊拥有啊这个自足，意思就是自由啊。然后呢，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呢，也就要考虑，我们的心啊也有自由啊，就是说这些名啊、身啊，这些很多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就不要把自己啊就绑的这个。困得死死的，气都喘不过来，压力太多太大太大，这样子是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呢，就该放下的稍微要放下一下，稍微松一松啊，轻松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啊自由了，心也就自由了，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别人是恒常如笑靥。就是尽量的看到人的时候呢，露出笑颜，善意的这个表达，就任何一个事情，这个是非常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可惜这样子是我们现在就越来越，看不到的，实际上这是特别，对别人也是特别好的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一天啊，就是不管是。坐公交车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或者是在商场里面啊，就是有这么五六个、两三个人，就是给你这个啊，露出笑颜，表达他们的善意，这样子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本来就今天心情特别的这个不好啊，非常郁闷啊，但是就看到了这么几个笑颜以后呢，真的就好了，莫名其妙的就好了，然后别人也是这样，自己这样子。露出这个笑颜啊，对别人，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药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的话，这个确实是一种药啊，露出笑颜特别重要，然后呢，品习努文媚，就是平时我们不要苦眉愁脸的，不要苦眉愁脸的，就是要给别人，就是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个。
小颜，哎，我们平时就是不觉得这个是最美丽的地方，美丽是另外一个意味啊，不是，最美丽的是什么呢？就是小颜啊，小颜才是最美丽的。不管你长得怎么样啊，你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小颜才是最美的。这个不仅仅是美啊，而且可以指啊别人的病啊，可以治别人的病。所以呢，平时啊，这个是这个平时就心存慈悲心啊，善良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可以帮助很多人的啊，就这一个意思。重有整时欲，哎，比如说对我们在人大教导的时候呢，要说实话，说实话啊，就是。不要做太多的这个啊，没有意义的呀，这些的啊，其实这些是比较简单啊，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简单说一下啊。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讲了一些比较文明啊，文明的行为啊，这是一些行为上的行为是什么样子呢？衣着无随意，哎，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呢啊，移动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像家具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制法大声大音声啊，就是把这些东西摔过去摔过来，就是声音很大，哎，不能这样子啊。然后呢，悄悄的，哎，就是小声的，哎，小心翼翼的，哎，搬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开门无粗暴啊，开门的时候呢也敲门，哎，就是这个很文明的，敲人家的门啊。然后就是，常习。几经性啊，任何时候呢，自己保持这个欢喜的心啊，然后呢，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不要太粗暴，哎，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大乘佛教里面呢，这些也有讲，尤其是这些行为上的很多要求呢，小乘佛教讲的更多，哎，实际上大乘佛教呢，它不特别的在意这些啊，它更在意的呢。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人的，就菩提心呐、慈悲心呐、他更在乎的就是这些，行为方面呢不会有太多的要求。然后小乘佛教在这个行为方面的这要求是相当多的啊。但是呢，这里呢，大乘佛教呢也会降一些啊，不是小乘没有小乘佛那么多。出言啊，当诚意啊，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啊，这个前面那个是敲门的时候啊，还有就是移动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啊。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啊，就是要表达这个诚意啊。然后呢，就是说话呢要意命，就是说把你要想说的话的意思要说清楚啊，表达清楚。然后语相贯，就是说不要讲太多的无聊的，或者是不是无聊，不要讲太多的无关的话啊，就是跟这个话题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啊，就是说另外一个这个事情的，这个是也不太合理的，问什么就答什么，哎，就是说相关的这个话题，大家聊天的话呢，就是聊相关的话题，悦以礼谈称，哎。开心的聊天的时候呢，开心的聊，哎，要远离在聊天或者是说话的过程当中呢，哎，尽量就不要有心中不要怀有这个贪心呢、嗔心呢，就是我这样子说的话，能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等等啊，就是这个就要小心啊，这意思。柔和挑食重，哎，说话就是要柔和，要适当的说，哎，就在这个场合当中呢，就是要适当的说，哎，后面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啊，这个确实是一种修心。后面的这个说厌简啊，有情事啊，诚辞而实至，哎，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哎某一个人，或者是看到这个在大街上，哎。看到很多很多人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啊就是应该怎么想呢？啊，念我以于彼，乃能啊成佛道。哎，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这个成
诚意啊，或者是慈悲的眼光啊，看这些众生啊，非常慈悲的眼光啊，看这些众生，然后心里就像哎，我要依靠这些人，哎，要成佛的。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怎么成佛呢？哎，没办法成佛的。所以呢，我要依靠这些人，我是要成佛的。哎，就是心里面呢，啊，就这么去想啊，一个非常的慈悲的眼光啊，看看众生。平时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行为啊。然后鸭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2500多年前啊，就是一种刷牙的一个植物。他们刷牙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牙刷啊。这个小乘佛教戒律里面讲的非常的多。这个植物就是把这个植物浇碎，哎，浇碎了以后呢，用这个植物来刷牙，哎，刷牙，然后呢，刷完了以后呢，直接丢掉的，哎。这叫做鸭母啊，鸭母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也有啊，就是像尼泊尔这些有些地方，就城市里面现在不太用这个了。有些就是乡村啊，就是比较就有些偏僻的地方呢，到现在也就是用这个植物来刷牙的。那么这个刷牙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任何一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唾液啊，这鼻涕啊，吐痰呐，就是这些也不能随意吐痰啊。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这个人这个鸭母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吐痰的时候呢，需要用啊用土来盖，哎，盖住，就不要让大家发现啊，就这意思了。这个当然是以前的事情啊。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这个在人就大众的面前啊，不要随意的吐痰，不要随意的你刷过牙的这个东西呢，就随意的人啊，不能这样，就是要藏起来。然后呢，用水啊挤净地，用水就是饮用水啊，就是有饮用水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公共场合比较干净的地方，哎，不要随意的大小便，哎，不能随意的大小便。然后下面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啊，吃饭的时候说事事抹满口，哎，就是把饭不要装得满满的，哎，嘴里面，然后满满的嘴里面满满的饭，然后出声，哎，这个时候呢边吃边说话啊，这个是特别不好看的，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要，哎，这个说话，如果要说话呢烦啊，不要太多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特别的不好看啊，就这意思。咧嘴张嘴，然后就是把食物又丢出来，哎，这个特别不好看，他说。然后坐的时候呢怎么做呢，哎，坐时五神柱，哎，就是坐的时候呢把脚啊盘腿啊啊这样子来做。然后呢洗手的时候呢啊，两只手，哎，不要揉搓。意思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洗手的时候呢在这个盆里面啊，大水盆里面洗手的时候呢，两个水不要一起揉的，搓的时候呢不要用力，哎，这样子以后呢水就会到处都是水啊，洒水啊，就这意思，哎，不要到处洒水，哎，就是两个手同时啊。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有些是我们放在现代的话，就有些是已经是没有这样子的环境了啊，有些到现在也有。不管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不管吃饭的时候也好啊啊，这个比如说垃圾就不能到处乱扔啊啊，然后呢不能到处吐痰啊，然后不能到处这个大小便呐 啊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也就不要就大声的说话呀。啊，然后呢洗手的时候呢啊，然后就不要到处洒水啊，就是这些啊，就是一个文明的这个行为。然后呢他最后就是说啊，时间所不幸啊，世俗，总而言之就这么说吧啊，所有这些世俗的人啊，所有世俗的人大家不太喜欢的这些行为，哎，说话的方式，行为的方式啊啊，就是惯循
舍弃，你要去咨询一下，什么是在当地，比如说我们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子的话呢，咨询一下，观察一下啊，他们哪里怎么什么样的话不能说，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就是他们不喜欢的，反正总而言之就不要做，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符合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这个风俗，就是要尊重啊他们的风俗和习惯，然后胆直抹食意，比如说有人问洗手间在哪里呢？这个时候胆直就是这样子，一个手指在那儿，不能这样子，他说这是不恭敬的啊。那怎么做呢？心当怀恭敬啊，平身有手掌，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洗手间在那边，就是这样子啊。门在门大门在那边，那边呢？问啊，大门就在那儿，不能说大门就在这儿，说这是不恭敬的，说这个，那当然这个是当时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寺庙里面到现在也是这样子。我们一般稍微恭敬一点的话，就不会这样子指啊，我们还是会说炉就在那边啊，还是在那个洗手间那边啊。应该坐右边啊，应该坐周边啊，左边是这样，不会一个手指去指啊。是炉已如是啊，有些人迷路了，他闻这炉应该怎么走啊，那就是也得这种方式去做说。然后剪鼻抹回拜，就是说手啊，就走炉的时候呢，手啊特别不好看，这样子挥手啊。反正就是说很随意的这种行为，这个是不好看的，所以就是说，要走的时候呢，要行为要注意一点，就这意思啊。是以为动啊，就是要注意啊，这些所有的一些这个行为，然后畜生及贪智啊，比如说我们。远处有一个人，我们要给他打个招呼的话呢，你不能大声的喊啊，大声的喊，然后就是要不然呢，就出声的话小声啊，要不然就是摊手指，这样子手指摊手指，那如果是手指他听不见的话，那手指摊手指的声音听不见的地方，你就不能大声的喊啊，你就想办法到跟前去说，这也就是一个，这跟我们寺庙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是50步啊，就是比如说大概就50米，就几十米之外的话呢，那一般是这个就听不见的啊，能听见的地方就是弹手指打招呼啊，那听不见的地方呢就不能大声的喊，不能吵闹，就是要保持安静啊，这个意思。否则以时易。那就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恭敬的这个意识，所以呢就失礼了，所以这些呢其实我们不讲也可以啊。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基本上啊就讲完了这个今天的这些内容，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么还有就是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提一提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好，谢谢大家。老师您好，想问一下，在讲那个安忍的时候，讲到燃应清鼻苦，立刻嗔等敌，这里是讲就是克服和控制自己嗔恨心这种敌人。然后说就是面对别的这个人的敌人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人是敌人，而是说他心中的烦恼是敌人，对，就是伤害我的不是这个人，那么消灭他的愤怒就是应该，对，如何消灭呢？如何消灭是这个，比如今天我们简单提到过，比如说，他为什么就是对你不满啊？然后他为什么对你发脾气，这个可能是有个原因啊，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啊，然后原因就也有可能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如果有自己身上有这个原因，你把这个改了啊，这个原因改了以后呢，然后他发现啊，他就从此以后发现你就
没有这些问题了，那没有这问题以后呢，他自然就不会给你发脾气了，哎，所以这个他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要把这个找到啊，找到了以后呢，就自己改变，哎，那就完了。您就讲到是要改变自己，我就引发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自己。然后比如说他这个人，他就是假如说想侵犯我们的自由啊、财产啊，对，或者说有一些侵犯类似于生理。讲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课程，对，有人想那这个侵占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呀、论文啊，对对对。那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改变自己是怎么改变自己？有什么用？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你，比如说你自己的劳动的成果啊，你是有权利，哎。你就是把它夺回来，哎，这个是有权利，也是应该的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些反正简单说啊，这些世俗的东西呢，哎，你是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他自己有一套一整套的处理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去处理就可以了，哎。但是你心中的这个缘啊，这个痕啊。那就是后面就有一系列的修法，今天我们这里是没有讲，有很多这种大乘佛教的修法啊，那非常具体的这个修法，通过这些修法来化解自己的心里的这些愤怒和抱怨，哎，但是世俗的这些事情呢，还是用世俗的手段啊去处理，哎，这样就可以了。谢谢上师。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讲到预防的时候，有一句颂词是“绿火烧得屋”，然后您讲到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自己应该经常的多训练和打坐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会引起这个嗔怒的问题，这样在遇到的时候就会很快的度过这个难关。我这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心里比如打坐时经常会想到可能会遇到的这个麻烦呀、烦恼呀。那会不会引发吸引这些烦恼来呢？这样怎么办？会不会引发其他的烦恼啊？就是因为经常这样想，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很就是可以很快的度过这个难关。您上午讲，那如果经常想这个问题，会不会就麻烦会更多？麻烦应该不会更多，不会更多。就是因为经常想，会不会遇到事情，比如说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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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是说经常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不会不会不会的，这个实际上就发生不发生这些事情呢，这跟你想不想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你比如说不想就不发生啊，想的很多就发生的多，这个其实这个是这两个中间就可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联系。明白了，谢谢上师。看不老师，我今天下午的感受是，就是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活泼泼的佛教，这个感受就是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家长怎么教我们这个待人接物啊，起立行走，这个但是那个感觉又好像跟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被动的接纳，这个是对的，但是今天这个课程下来以后，感受到说是一开始是从佛教心理学的层面讲，我们那个意识的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身体是怎么样，然后有一个加深的就是更加理解了对方，看对方的时候他的人和他的情绪是分开的，这是一个我自己理解的是对我特别大的一个收获。然后我的这个问题是就是您刚才这个讲到说这个念身如舟楫，我理解的是说那身体就是那个船，对，是那个工具，对啊，那这个地方这个身体是这个船这个工具，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所接纳的这个就说的我们那个意识层面的东西，让它更好的就是那个转识成智吧，就是这个知识怎么样转化成智慧，这个点您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因为中间我知道那个有一个核心点就是那个利他慈悲的那个部分那个是一个核心点，但是真正的去用好我们身体这个工具去做到说怎么样去转识成智，
您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多教教这个小学生，谢谢您。好的好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神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听啊，闻思修行四个字啊，就是学大乘佛教的整个过程就这么四个字了。那首先第一个闻就是听闻啊，那听闻我们需要用身体去听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呢啊，就是多用在这个听法啊这个上面啊，然后呢少用到这个没有太多意义的这些社交活动里面啊，就多用这个方面，然后这就闻听啊，然后思考呢，那思考其实是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跟我们的意识有关系，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如果身体它很忙啊，或者是它去这个很操劳的地方，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他去逛街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呢，可能就可以思考，但是可能效果不怎么好啊。所以呢，你比如说身体呢，也就在至少一天啊，就每一天就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就坐下来，静下来去思考，深度的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话呢，虽然是用心去思考，但是呢，身体要配合，那身体呢，多用到这些方面，不要用到这个就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些问题上，这些事情上面呢，不要用的太多，就这样这个意思。然后闻思修，修也是一样啊，修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心在修，但是呢，身体还是要配合，因为身体要打坐，要静下来，要不然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就身体就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同时要打坐，这个就不太现实。然后最后呢就闻思修行，行动的行啊。那行动的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就是要去做啊。那做的时候呢，比如说说话也要用身体啊，做事情也要用身体，大部分都是身体去处理的。用我们的身体去处理，所以我们把身体就用到这些方面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身体就是投入到这些事情里面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通过身体啊，就是像交通工具一样，我们可以从此岸可以达到彼岸，然后呢，这就是自离，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利他啊，也就可以帮助很多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把尽量的把我们的身体就用到自利利他的这个事业当中。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像如意宝啊，如意宝就是传说当中的一个珠宝啊，就是在佛教里面有很多这个传说，就是过去就很早很早有这么一种珠宝啊，就特别特别罕见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珠宝。那这个珠宝呢，如果你拥有这东西的话呢，那你向它祈求祈祷，它就给你这个满愿啊，你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祈请，祈请了以后呢，就是心想事成。当然这个是佛经里面很早以前的一个传说啊。那么那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像如意宝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说太多了，说清楚了没有？谢谢康文老师，很清楚啊。好的。然后我接着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一下想到上次的课程上，您当时讲到说，就是禅修的时候，只有禅修的时候是生不起智慧的，就结合今天的课程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禅修的部分是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的，您刚才说的那个部分是看到自己的内在的那个转化。然后那您当时讲说只是禅修生不成智慧的时候，那是不是就跟今天刚才您讲的那个最后那个行的那个部分，就是那自利利他的部分，就是在只是在禅修的时候是没有那个行的，还是要有一个行的部分，所以才能是说这个生成智慧的这个禅修是跟刚才讲的那个闻思修啊，第三个修就是禅修。然后上一次说这个如果是没有智慧的话啊，
那就是禅修修的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哎，禅修的这个它的最终的，如果它到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的话，那也就是让人的心是非常非常平静啊。就是我们上一次也讲过，比如说七天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啊，你心里可以没有任何的杂念，哎，就是一直都可以就保持这样子的状态，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在这个当下是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哎，你从禅定里面出来了以后呢，又把所有的这些烦恼，哎，都会回来的，所以呢，它没有解决问题。哎，但是呢，它有什么用呢？它就是这个智慧的基础。哎，它就是智慧的基础，因为它这个原理是什么？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也简单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心非常平静的时候啊，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看到它的本心啊。然后我们的心里面有太多太多杂念的时候呢，你要看到它的本心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所以这个心要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了以后，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心的本心，哎，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开悟，哎，智慧，哎，无我的证悟空心的这个智慧，哎，这个时候就会有的。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的关系。哎，禅定是基础啊，然后通过禅定啊，在这个禅生啊智慧。哎，明白，禅定是智慧的种子，那个境，这个基础，对，好，谢谢你，尊敬的堪布您好，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说那个心如明镜台，心如明镜，我们修行求解脱的过程，就是去断除烦恼、扫除尘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扫除尘埃之后，我们露出来的那个明镜台，它是属于阿赖耶的那个程度，还是就到了如来藏？是不是它是阿赖耶识？但如来藏还要把这个最后把这个明镜也要打碎。明镜就是佛心如来藏，哎，心如明镜台，这个明镜台指的是佛心，嗯。那到那个就是阿赖耶的是哪个程度？是相当于就是明镜？阿赖耶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禅定，禅定就是阿赖耶。明白了。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醒过来知道这个是现实的世界，哎，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就如您所说，也是一场梦境，只是我们还没有醒过来。对。那我们死了之后，可能面临再次投生的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醒了，可能我们就从这个梦里出来了；如果没醒，就又进入了就是一个轮回的大梦，不管是人间啊，还是地狱哪里也好。所以说，做梦的世界跟死后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是很像的，或者是一样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的理解啊，可以这样理解啊，一直都在做梦，所以这个证悟的时候就心熟心了，哎，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这个人我们的现实生活呢是另外一种梦，哎，另外一种梦，稍微比较相比之下比较稳固一点点的梦，哎，那这个梦里面呢，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就是证悟的时候就开始醒过来了。证悟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是要到我们可能就是去世之后？这不一定，也去世了以后就是证悟，这那个中印的时候也有证悟的，但是呢，主要是现在要证悟啊，现在不证悟的话，就是去世之后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哎，那就是像极乐世界也是一个死后很好的去处。它也是一个比如说是在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下的一个非常美的梦境，帮助我们在那里更好的修行。对，它本质上也是空性的，也是一场梦。是都是。对，那我理解了，谢谢你。对，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讲到说轮回它无始无终，然后众生呢也是度不完的，但是每一个众生又究竟都会成佛，这是否有点矛盾呢？或者说是我们加入了时间这样一个无始无终的维度，所以不矛盾？众生它是没有数量的，宇宙它也是没有边际，然后众生它也是没有数量的。那如果是没有数量的话，你说要全部度完，你没有一个度完的一天，
但是你就是能读多少就算多少，哎，尽量的多读啊。佛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究竟来说，每个众生都会最终成佛。就是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逻辑是比较怎么说，这有一个难题。这个比如说，反正你看到的这些人，你说治某一个人他会不会成佛，他一定会成佛。那他也成佛，他也成佛，他不就全部成佛了吗？但是这个宇宙是没有边际的，你是看不完的，数不完的。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呢，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个有限的数量的话，那你今天就比如说读了1000万人啊，他就少了1000，明天再读，后天再读，那总有一天就全部读完了。但如果是没有贬值的话，那你读一个亿和读一个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读不完的，没有一个是读完的一天。那我们的就是大乘佛法修行的任务，就是自己先要证悟了，然后不断的回来，不断的回来度众生。对，那我有一个提议啊，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今天在现场有我们4位老师啊，是我们心理学的老师啊啊，我们后面可不可以请这四位老师来讲一讲他们听完以后的感悟啊，收获？然后讲的过程中顺带可以提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好吧，非常好。我看来还是读懂了堪布的心意啊。我还是有点懵的啊，就是这个佛法是很深的，但是呢，确实我在听堪布给我们开示的时候，我也一直也在想，非两个频道去切换一下，就是心理学会怎么看，心理学会怎么去体会这个事，比如堪布提到那个理解的那一部分。所有的过失啊，所有的罪恶，尤其是那一部分，说是那个如是为食生，嗔恼由智生等等，就是那个不思将生嗔等等，就是这些，就谈到那个因缘果，就这里面的很多那个嗔是怎么来的，或者烦恼和嗔贪嗔痴啊，我就站在心理学的角度，确实是。心理学特别看重如何去理解这个东西，佛法，堪布也提过，它是深度的心理学，它不是在一个概念上去描述一个逻辑，对，它是在底层里面去思考，它这个无明是怎么来的？对，这个痴，因为痴，所以贪，所以嗔，对，所以这里面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就是在体会，确实现实中的情绪呀。烦恼啊，麻烦啊，那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也经常会提到共情啊，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感同身受。当我们真正去读懂了它是怎么来的，来让它怎么回去，它就简单了，它就简单了。但是里面就是说，心理学有些时候走到那里面就好像就说不太清楚。哦，佛法里面它又称累生累世。好像很清楚，就这辈子搞不清楚的时候，那是上辈子带来的。这好像就是有一个延伸啊，对，所以这里面就是叫我在体会这个深度的心理学。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有很多时候疑惑的时候，确实要把它尝试去搞懂，那确实去搞懂。所以这里面呢，当我们作为一个助人者，去帮助这个人走出来的时候。然后这里面就是去关注到了那个因，那个最底层的东西，它就不会乱来了。对，就不会造恶了，就不会生事了。对，对，不会去再有意的去保持觉察了。因为那个因是很可怕的。对，有稍微只要缘来了，它就会成果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在因上用功夫，这就是在基本的底层的核心的地方，对对对，解决问题了，对对对，这里面就是要修行了，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说而已，对对，那就必须得修了，对对，在因上用功夫，对，这个缘嘛，那就是一种因缘聚合，是吧？你只有如果因没有解决的话，那个缘上的东西随时都会出现，对对，种子在那里嘛，对，
所以在种子里面，在生命的深处去修行的话，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所以心理学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透过这个堪布给我们开示的这个底层的深层的这个生命的修行，才会，而且不是简单的做个游戏人生啊，面上干点事儿，对，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必须在生命的深处去修行，才能根本性的解脱。对对对。啊，当然，解脱又是佛教用语了，那我们就说解放啊，对，放开啊，对对对，才能过上这个自在的日子啊，对是吧？哎，对对。所以这里面就是，心理学里面很多的解释。对。那在佛学里面，它就解脱了。对。它就是真的是生命的绽放了。对。所以我就在体会这个，佛学啊，确实是。深度心理学，对，然后透过心理学，从佛学里面去找到根儿，找到底层，找到那个厚厚的那个土壤的东西，那它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才有真正的可能性，绽放才有绽放和释放和表达，才有真正的希望，所以从堪布的开示里面，我们感受到了希望，对，不会再绝望，对，对，我们会。节制自己的欲望。好，谢谢堪布，顶礼堪布，谢谢谢谢谢谢。今天中午啊，堪布老师跟那个大家吃饭的时候开了句玩笑，我说我这几年呢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哈，就是中老年的心理学者的最终的那个目标就是传统文化和宗教，因为海波老师、石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修行，我自己呢从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教育。啊，西方的文化，其实离传统文化还挺远的，就是远远的看，没有进入。可能在咱们今天所有的各位的老师里边，我大概是离传统文化最远的那一位。但我今天听下来以后呢，记了很多的笔记哈，很有感受。因为今天呢，堪布老师最终讲的是安忍和精进。在安忍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宗教是一个活泼泼的关于人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哈，我原来以为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高深的哈，这个很深奥的难懂的，但今天堪布老师的课特别的活泼生动，而且与时俱进啊，什么卷啊、躺啊、发飙啊，什么客户啊哈，就都出来了，包括对于那个母亲和孩子的那个解读，非常非常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的东西一不留神被堪布老师都拿走了所以在安忍这个部分呢，我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听到了，比如说我们心理学通常讲知情意，所以当一个人遇到困苦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困苦和难过，我们通常会有说我怎么认知觉察，比如说态度，我们通常都会要求一个因果哈。那也许呢，当我们真的明了因果之后，就是那个修通，对于所有的一切的那种接纳、容忍啊、安忍这个部分，我是看到了态度、认知和觉察。今天特别宝贵的让我有知觉的就是关于精进的这个部分，心理学非常非常讲究方法，讲究技术，讲究流程啊，他是拿这个来去和别人工作的，尤其是教练解决是吧，海波教练解决呢非常讲究技术啊、提问什么的，但是在堪布老师今天讲到精进的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从认知到态度哈，到一些具体的行为，怎么去哈上厕所哈，在这个地方哈，然后怎么样的腿和脚怎么放哈，所以有很多方法的部分，我想这个方法的部分是特别的跟每个人都很近，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当中、每天当中，所以它是一个修行的法门，我是可以去照着做的啊。所以我想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开启哈，让我终于跟各位中老年心理学家一样，终点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哈，开始走近了。所以在这里，谢谢堪布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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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谢谢堪布老师，我记了很多的笔记，今天特别的认真。就是我说三个词，我就是感触最深的三个词。第一个呢，就是安忍，就是在听您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说，当我们面对痛苦、面对什么贪嗔痴的时候，如果能够分开来，就是把那个东西和我分开来看，然后静静的观察它一会儿，保持沉默，能够。上次您说了一个说叫如树应安住，就是用心理学的词就是外化，就是我静静的观察他一下，然后保持沉默的状态，
让他跟我保持一定距离，也许那个安忍就变得容易一点。当然可能说起来容易哈，但是外话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怎么能够在那个愤怒起来的一秒钟能刹住车。这个可能就是要修行的那个部分。第二个我就是对我触动特别大的部分是那个痛苦的功德。就是当您讲那个痛苦的功德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功德不仅仅是我来反思，我面对痛苦，我面对疾病，它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每天面对的就是要么心里有问题的人，要么身体有痛苦生了病的人。可能从更大意义上来讲，就是当我去体验到痛苦疾病带给我的功德，我有了这样的体验的时候，我就可以陪着患者，让他在身处疾病和痛苦当中的时候，去慢慢的看那个痛苦对他的功德和提升是什么。也许这种体验可能能够更让他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变得更容易一点点。就痛苦可能还是那么痛苦，但是他看到功德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可能就变得更容易一点。这是第三个词。那第四个词呢，我觉得看我记得特别认真哈。第四个词的是就是坚持。康普老师，当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说，哇，那个佛法原来我觉得是浩如明月哈，它高不可及。康普讲的时候呢，让我觉得说，哎，其实也不是那么高不可及的，它也是可以在人间的，甚至是在日常的。就是只要我在工作当中，我抱着一颗利他的心，然后转化成直接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就是直接的行动，就是抱着那颗发心转化成直接的行动，就等于是修行了。那我在想说，或许我们的行动其实是一直没有间断的，但是怎么在这个行动里保持和觉察那个初心还在不在，我觉得这个就变得重要了。所以说就是在行动中怎么醒察和保持自己的初心，然后这个就是在践行佛法。哎，这个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觉得内心里特别的喜悦。所以谢谢堪布老师，也谢谢我们各位老师。我就是问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因为讲安忍嘛，老师也提到了对立面，另外一面就是发飙啊，然后呢我就会联想自己，就在家里有时候杨老师会说会跟我女儿说，你爸爸有个优点是脾气好啊，我女儿就说有例外什么时候例外呢？我早上开着车他送去学校的时候，有时候路上会比较堵，有时候还互相变嘛，我就会发飙。当然我还有所控制啊，有所控制。但是我就想，这时候我就很好奇老师，因为自从认识堪布老师，在我见到的，多次的这个请教当中，包括私下相处，堪布老师总是那么的谦和慈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例外，有例外。有例外。所以我就很好奇，老师有没有发过飙？什么情况下发飙？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去上课啊，然后呢需要赶时间。哎，然后有堵车，然后前面这个车呢他在玩手机又不走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也发飙啊。还有很多时候会生气的，但是呢就坦白的说，就这个生气呢可能不会很长时间，哎，就解决了。然后就是任何一个人生气的事情啊，我也生气的，都一样，我们都一样。但是呢，就是如果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话呢，那就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就可能是这个，也许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哎，其他的，比如说
什么东西让你生气？哎，这个东西放在我身上我也生气一样的。如何面对别人对自己的嫉妒和如何帮助别人解决不嫉妒别人？不嫉妒别人，对。如果是别人就是对自己嫉妒啊，然后怎么去面对？其实这个就比较简单，你自己比如说调整心态就完了，因为他嫉妒你了，但是呢，你就不要去，哎，就然后呢又去嫉妒他呀，或者是这个抱怨呐、啊，就没有这些东西放下就完了啊，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让别帮别人不嫉妒别人，那这个可能是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到啊，但是方法是有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那些，哎，嫉妒有这么不好，不嫉妒有这么好，啊，就是把这些道理就是让他明白，啊，然后呢，啊，看行不行，哎，那也许他如果是愿意接纳的话呢，可能就至少给他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是肯定是可以的，但如果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听你的啊，如果是不想听的话呢，那得可能需要看他的这种表达的方法，那就可能要需要找一些像心理学的做法一样，可能找一些其他的善巧的方法去表达，直接讲啊，那他就觉得他反而就觉得你来教育我，这样子的话呢比较抵抗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要找合适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是善巧的表达，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可能我应该是有帮助的，至少会有帮助的。嗯，好，谢谢堪布老师。我们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好吧？尊敬的堪布，你好。我想问一个，就是您上午讲到关于预防那块的时候，说到我们在平时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多练习，然后就是多练习打坐，然后去增强心理的定力。然后我想问的是，这是对于这个身心脚比健康的人来说，但是对于那个身心本身就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人，我听到您上次在分享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有一些西方的医学研究说，在对于癔症或者对于其他的一些病症，好像对于用禅修的方法对于解决他们的痛苦也是很有用处的。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家有一个长辈，年龄比较长，年龄快80岁了，然后他有比较严重的失眠，然后也有其他的就是身心问题比较严重，然后我也给他介绍这个数息随息的方法，然后包括正念的这些基本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反馈就是他做不到。然后我就是有一个疑惑，就是觉得他其实也每天就很煎熬，然后我就觉得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坚持，建议他就是去坚持去尝试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像这样情况的又是老人又是病人，然后如果有没有什么更加善巧的方法去帮助他更好的做到，去帮助他解决一些这些问题。他信佛的还是不信佛的？信佛，不信佛的啊。不信佛的话，那就是，如果是稍微再年轻一点的话呢，可能也许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就80多岁了，这样子以后呢，又是病人，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可以用的东西呢，就是不是很多了。哎，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暂时如果是医院啊，给他开，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比较有用的话，那就我觉得就他继续吃药啊。然后呢，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呢，就尽量的就是你就不要去约束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他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控制他的他的需求，也比如说他想干什么你尽量的就满足他。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想听音乐啊，那你就让他听啊，你别说这个，你不要听这个，你就听阿弥陀佛，不能这么说。他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然后呢，他等等啊，如果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需求，那他喜欢做的，他喜欢说的，你就陪着他，就在坐在他的旁边，就是耐心的听啊，然后呢，也给他讲，就是只有这些方法了，其他的就是方法，我想可能是
到目前为止就我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其实就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信仰是非常非常麻烦，就特别的，就无奈。哎，如果有信仰，那就有很多方法是可以用的。哎，那就只能暂时这样。一方面就是，如果是有疼痛的话，就用药物啊来控制一下这个疼痛的感觉。然后呢，心理上呢，你就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然后呢，想聊一些他年轻的时候的比较辉煌的时候的这些他比较喜欢的比较有存在感的这些东西，你拿出来给他讲，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是的，是的，您说的这些确实特别的重要。他主要的问题是失眠特别严重，疼痛可能是其次的，然后就失眠，以至于他药可能都觉得就已经不是太管作用，或者是他害怕产生更加强烈的依赖，比如从吃一片安眠药到两片三片这样子，就是也会有这种畏惧感。总之就是一种不像您说的那样。现在在吃安眠药是不是？这个对，是对。他如果是刚才讲的，如果第一个有信仰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话呢，确实就有一些方法，打坐啊、禅修啊，这些是有一些方法。但是呢，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不是也许就唯一就是还是要吃药。哎，可能没有，我都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哎，你比如说年纪这么大，让他打坐又不可能。哎，然后呢就找个其他方法，这目前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就可能只有靠药物了吧。至少他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最后的这一端当中啊，他就是不太折腾就可以了。